需要学习新的运动，然后这周刚好要练习五人制足球的项目。那时候我就想到说，我国中隔壁班有一个人现在在教足球，因为我之前有看到他发，然后去日本留学这样，然后我才我其实找他的那个同班同学，然后才找到他的 FB， 然后才私讯他这样。主要都是每一个项目都是速成，他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学会一项运动，甚至于说去演绎出来，让大家看到一个精彩的球赛，其实那个是很难很难的。那重点是怎么样去呈现，其实是教练的功力。何が一番いいってチームの雰囲気が一番いい、まあ、やっぱりね勝っても負けても、まあ、勝ってる状態でも負けてる状態でもやっぱ楽しそうにやってるからやっぱチームワークがいいよね。でやってるから見てても気持ちいいよね。足球真的很好玩，蛮喜欢的，然后一起往前，一起防守，我觉得这都是蛮棒的一个运动分量。跟对手然后跟队友一起踢进球的时候，好开心哦！现在觉得非常有比较有自信去比赛，去跟另外一队竞争。